么多鸡腿啊？快吃吧。哎，老婆，你吃鸡蛋。哎，鸡蛋都给你吃，鸡蛋。你不吃啊？十个鸡蛋呢？你都吃了。先让媳妇吃饱了，这鸡腿就都是我的了。啊，对对对。拿一个小的给媳妇儿。赶紧每个都咬上几口，这样他就不会跟我抢了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公，你这样挂上了。这个女同小可真是会挑时候来电话。谁呀？你接一下呀、啊！烦死了！这个同小真耽误我吃肉。喂，哎，小芳啊！喂，啊，怎么了？你说这个小芳是谁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啊、你吃不吃饭？有什么话还要偷摸的背着我说？这个鸡腿配着辣酱太好吃了，再不来我就都吃完了。你吃不吃饭？都凉了，还不过来？在我眼皮底下都如此放肆了，真是不把我放眼里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都聊这么久了还不来，今天就算吃撑了也不能给他留。今天都给你吃完，连皮都不给你留。还不来这面条，我也替你吃了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行，来，好好。啥情况？有人。哎，怎么着？这里面呢？我给你盖着呢，不给你盖着早凉了。啊。一会儿记得把碗洗了。好好好。大哥，懵了吧？他老婆还没来，赶紧把这个鸡腿挤上芥末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又在作妖！把另一个鸡腿藏起来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叮叮叮，还想套路我？这个又芥末的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。
哎呀，媳妇儿吃饭了，干啥呢？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孟，你今天怎么就烤一个鸡腿呀？你不是喜欢吃鸡腿吗？来，你吃。你不吃啊？哎，我不吃。那我吃了。我吃。嫁妆迟到揭幕。不是老公，这鸡腿怎么这么辣呀？好呛啊！辣吗？辣呀！你看这是麻辣鸡腿，辣就对了。麻辣鸡腿，麻辣的，麻辣。老公，给我也冲一杯。妈真香，哎呀！老公，这鸡蛋饼你吃吗？你吃，你吃。贱家们可不想好人呢。一人一个，多公平啊！饭都被你吃了，看你还能嘚瑟多久？这叫自作自受，知道吗？提前分好，这样老公就不会抢了。啊、媳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一会儿就都是我的了。一人一个，随便他选。口水都流下来了，把他的也拿过来。这家伙是想又吃独食啊，真是白瞎了我对你的心。今天就让你啥也吃不到，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吃肉还得配辣酱啊，这也太好吃了啊！真香，哎呀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再来一口，啊，太爽了！真香。这几块红烧肉和鸡蛋你也别想吃了。
妈真香，哎呀。辣酱拌面条太好吃了，再来点。剩下的骨头留给他。吃饭呀，吃饭呀！来了来了，哎呀！我选，快选一个吧。我选这个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，我肉呢？你给我看是不是在你这里面？哎呀，你快吃吧！哪来的肉啊？肉！妈呀，差点露馅！媳妇儿现在还蒙圈呢。我都等不及了。一会儿吃饱了吧？饱了，饱了，今天真饱了。你快吃啊！我看见你吃，快吃！哎呀，你都吃饱了，你休息去吧。一会儿我刷碗，还能给你看。休息去吧。有人。打他！这没出息的货怎么又吃独食？这个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呢？你都把菜吃了，我吃啥呀？来，我问你，我吃啥？我吃啥？我就拌拌拌拌，咱俩一起吃。妈真香，哎呀。来，辣酱，多来点。嗯，真香。吃啊，媳妇儿吃。这辣酱太好吃了。哎，姐妹们，看我们吃的这款香菇辣酱，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用大火炒制而成的。而且它是那种香辣的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它里面这个香菇丁呢，吃起来是 Q 弹的。咱平时在家里面，你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你当个调料，炒个菜呀，炖个肉啊，都非常不错。它这一罐呢是80克的，现在有活动，19.99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。姐妹们，看看现在有活动，点这里，多存点。吃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吃！打他！
公，今天我吃两个，你吃三个。我跟你说，媳妇儿对我这么好，每次都是我吃独食，鸡蛋还是留给她吧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来，老公，来点辣酱。好，咱家辣酱拌面条，哎呀，绝了！好吃。对。老公今天给我一个鸡蛋。怎么又来一个？原来老公把碗给换了。老公，还是你吃这个碗，这个有鸡蛋。哎呀，你吃吧，吃吧，每天这么吃真苦，吃吧，今天不跟你抢。就是咱拿罐辣酱吧，没有了。嗯，来老公。嗯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好。这儿这儿这儿，给好。咱家辣酱拌面条真的太香了，过瘾，太过瘾了。来，宝宝们，他们吃的这块香菇辣酱，它是用香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而且里面这个香菇丁呢，它吃起来是 Q 弹的。咱平时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啊，拌个米饭呐、啊，你裹个馒头啊，或者是你当个调料炒个菜、炒个肉都特别好吃。而且现在有活动，宝宝们点这里。19.99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。嗯？啊！哈嗯，我的都是我的。老公啊，老公，你真是想多了。你吃这个。你不吃啊？我不吃。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先吃。我得看好我的宝子，不能让媳妇儿吃了。嗯，得想个办法把老公支走。你再去哪一瓶辣酱？我不去，你去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都是我的。别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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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一口包子，一口辣酱，太香了。妈，真香！哎呀。咱家这香菇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款香菇辣酱呢，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它里面这个香菇丁呢，吃起来是 Q 弹的。咱平时在家里面吃个饺子啊，吃个包子啊，蘸个肉啊，或是你当个调料，炒个菜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有活动，这一箱呢，满满的一大箱是十罐，19.99给大家发的。满满的一大箱，而且每箱里面都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呢，用这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。链接给大家放在这里了，喜欢吃辣酱的姐妹们赶紧囤起来吧。这里头蒸菜啊，这不是在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哎呦我，老公吃饭呀，每次都得来了来了。给我，那我吃啥呀？你做这么点够谁吃的？你再去做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再去做点。看来他这吃独食的毛病是又犯了。这辣酱拌面条真不错。妈，真香！哎呀。吃完呢？吃啥？我刚煮的肉，吃你的面条吧。哎，我都给你拌好了，你看这。这你别笑。哎，一会儿吃一会儿吃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一会儿刚煮熟的，焖一会儿。我吃完了，你再吃。给我打开。为了一会儿吃大肉，我就先饮一会儿。这肉丸子还真香。今天我看谁笑到最后。老公，这辣酱拌面条这么好吃，你再吃点吧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我还得留着肚子吃肉呢。这辣酱确实是好吃，要是有点肉，那就更不错了。蘸肉吃，想想就美。看里面这小香菇丁，真好吃。先给姐妹们介绍一下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款香菇辣酱，它是那种香辣的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，而且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里面这个香菇丁呢，吃起来是 Q 弹的。咱平时在家里面吃个饺子，吃个包子，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或是你当个调料，炖个肉，用那肉蘸着吃都特别香。而且现在有活动，姐妹们，19.99给大家发满满的一大箱，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这小盖子你吃不完把它盖起来特别方便，而且你看这小易老板多精致。姐妹们，趁着现在有活动，点这里多存点。嗯，香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我要蘸肉了。吃吧吃吧。肉呢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一会儿再吃，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吃。等啥等？还等你呢？再等，肉都凉了。妈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男人又开始吃独食了，你给我等着。
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先让你嘚瑟会儿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这辣椒酱拌面条它不香吗？嗯，好吃。有点儿。嗯，真是。突然声音小了。嗯。这啥呀？这是啊。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？嗯。好，轮到我。好戏开场了。哎呀，哪来的烧鸡呀、啊？嗯，就是故意让你看到的，不然我怎么吃大肘子？你个贪吃的家伙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简直不把我放眼里。今天是我翻身的第一天，可得谨慎行事。面条子有点多，给媳妇一点这样，她就不会发现了。再把骨头放进去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婆吃饭了，快点儿。啊。啊。哎，今天有大西瓜呀。一会儿，一会儿。一会儿一块儿吃，先吃饭再吃水果。哎，鸡蛋，来来来，来，都给你吃。鸡蛋，你不吃？都给你吃。差点没发现，还好我反应快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来媳妇儿，来来来，放点辣酱，来来来，吃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就等着啃瓜皮吧，吃大肘子的快乐你是感受不到了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啊，口水都流了。妈呀，天啊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真香。
我还让他吃。哎呀，吃多少啊？你还吃？让我吃西瓜。你吃，你吃。肉，肉呢？那弄骨头啊？肉，肉在我这儿呢。我肉呢？你别笑，大傻子，肉在我这儿呢。哎呀，防不胜防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居然背着我藏鸡蛋，那我就把它吃完，一个都不给你留。妈真香！哎呀，这家伙果然上当了。吃饭呀，老公！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包子！对，今天吃包子。哎呀，我先吃点西瓜吧。等一下，西瓜是昨天剩的。先吃包子，先吃包子。哎呀！你把这盘也吃了吧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还盯着看呢，一会儿你就大吃一惊吧。哎，老公，弟弟，要不然你吃不饱。我都吃了，你吃啥？这不西瓜吗？不吃就浪费了，我吃西瓜就行了。西瓜能吃饱吗？能，这不还有这个吗？吃吧。鸡蛋都被我吃完了，我看你一会儿就啃西瓜皮吧。嗯，真香。不是，咱这辣酱还有吗？有啊。你一定多给我囤点，别到时候没吃的了。有好多呢，现在柴店有活动，我囤了好多，这不是吗？给你预备着呢。你吃饱了吗？那我吃西瓜了。你吃吧。啥情况？哎，那是鸡腿呀。大哥，不是只有鸡蛋吗？懵了吧？嗯，趁媳妇不在，先藏起来一个。竟然还要给我加芥末，你给我等着。让你加芥末，我给你换一下。媳妇儿吃饭呢，干啥呢？来了，怎么就一个鸡腿呀、啊？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你今天不吃啊？你吃。行吧，我吃了啊。吃。你就等着上当吧。怎么那么辣呀、啊？是吗？都准备。妈真香，哎呀。真香。
其实还是方大粉吗？好、哦、啊、哦，这方大粉太过瘾了。哎呀，一会儿我拿几桶去单位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好多呢。我知道你喜欢吃。吃饱了吧？嗯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一个鸡腿呢？吃吃吃，快吃，多吃点，都吃了，快吃吃吃。来，老公，今天给你五个鸡蛋。嗯。然后我吃三个，你别再跟我抢了啊。知道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哎呀，嗯，不让我吃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人才啊！再来点小菜，再起来可不能被媳妇发现了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我得赶紧吃，吃完好溜啊！快腊八了吧？嗯，腊八蒜，哎，还有吗？你多囤点，别到时候不够吃。少不让你吃了，我刚囤了，在路上呢。啊，好，那就好。酸酸甜甜的，大人们，看我吃的这个腊八蒜，每一个都是去头的，而且它是用山东紫皮大蒜和酿造米醋自然腌制而成的，拒绝那些工业合成。咱们平时在家里面，你吃个饺子、吃个包子、吃个面的时候，你来上点；还有咱们吃肉的时候解腻下饭。现在厂家来活动了，这一包呢是250克的，你点开这个链接，9.9直接给大家发三包，太合适了，天天的。给，今天不用选了，吃吧。不用选了。慢点吃，给我留点，后面还有好吃的呢，听到没？好好好。真香，哎呀。这家伙又开始自顾自的吃起来了。他可真是太气人了。没辣椒酱了，再拿一碗，快点！吃个饭毛病还不少。连肉渣都没有留下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这辣酱拌米饭太香了。慢点吃，这辣酱现在比活动疼了好多呢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款香菇辣酱你们都拍了吗？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成的，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而且它里面的香菇丁呢，吃起来是 Q 弹的。你平时咱们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了，拌个米饭了，你就是拌个凉菜都特别好吃。现在你点这里有活动，同样的价格，同样的数量，给大家发五罐大豆的，五罐香菇的，而且还送大家十包试吃装，真的太合适了。趁着有活动多存点，太过瘾了这个。老公，你吃的差不多了吧？嗯，还吃你的吧。你还吃得下吗？那就够了。那就行，那我吃了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真行！哎呀！